大家好，我是瑞阳资讯总经理特助李汉超。Vital Net Zero 零碳影是瑞阳针对企业从事碳盘查合规所开发的云端服务产品，可以支持企业在导入与认证碳盘查合规相关的 ISO 国际标准，像是能源盘查、温室气体盘查、碳足迹盘查过程中需要的团队协作、文件管理与数据管理。因此企业可以采用数位化的工具来支持第三方的查证，提高文件与数据调阅的准度与效率，除了减轻人工作业处理的负担与成本，更可以提高企业通过 ISO 国际认证的机会。企业主本身要先认知到净零排放的大环境趋势是难以回避，因此要及早建立公司内部的任务组织团队，培训员工来学习碳盘查的基本知识与方法论，进行企业处境、风险与机会等分析，设定公司净零排放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，并据以拟定净零转型的策略与做法，规划减碳、低碳到零碳的具体里程碑，再开始导入与认证碳盘查相关的国际标准，才能有系统化的方法、有计划的按部就班进行节能减碳，研发低碳或零碳的产品，最后达成低碳或零碳的成功转型。Vital Net Zero 零碳云可以支持企业在导入与认证碳盘查合规相关的 ISO 国际标准，包含了 ISO 万里能源盘查、ISO 14064温室气体盘查以及 ISO 14067碳足迹盘查。其中 Vital Net Zero CMP-N 合规管理协作服务模组提供了 ISO 10064-67等三项主要合规作业稽核站台以及合规条文的载入，也可以扩充支持，例如 ISO 9001-14-45001、27001 ESG 永续报告书等企业常见的各种章节条文式的合规， ISO PDCA 流程管理与文件管理，以及合规任务团队成员之间的线上协作。其中 KBIM-N 净零指标管理服务模组目前支持 ISO 50001能源盘查数据管理，可以汇入能源盘查的来源数据，记录能源盘查计算方式说明，洞察重要能源的使用项目，自动计算用电当量度数以及碳排当量 CO2 吨数，并运用重大能源排放鉴别工具分析与决定节能减碳的标的与计划，并运用系统提供的回归模型建立能源基线，进行后续节能改善期间的长期监督与异常矫正，落实达成各年度设定的能源绩效目标。在2022年第四季，本系统将进一步提供 ISO 14064温室气体盘查数据管理与报告书自动生成，接着会在2023年第一季提供 ISO 14067碳足迹盘查的数据管理。Vital Net Zero 零碳云产品有两大特色，一是双管齐下，二是三效合一。企业使用 Vital Net Zero 零碳云，可以从文件管理与数据管理来双管齐下，循序导入与认证 ISO 50001能源盘查，到 ISO 14064温室气体盘查，最后到 ISO 14067碳足迹盘查等三项 ISO 国际认证。Vital Net Zero 零碳云在数据管理的作业功能，提供净零指标管理的盘查、洞察与管理；在文件管理的作业功能，提供了多项 ISO 国际标准条文的合规管理与协作。接下来介绍 Vital Net Zero 零碳云产品的三大优势。其一是让碳盘查工作可以减少人工作业的依赖，做到数位化、无纸化、系统化、自动化与智慧化。
其二是各项 ISO 国际标准合规可以进行数据文件资讯的水平整合，以及其三可以支持跨国、跨厂、跨子公司、集团式、供应链等垂直整合，让企业能够使用正确的数位工具，落实做赢在净零的起跑点。Vital Net Zero 零碳源可提供企业多站台的管理，可支持例如跨厂区、跨子公司、跨分支机构，以及支持多国语言，支持繁简中、英文，其他例如泰文、越文等其他国家语言，都可以视客户的需求来进行加作。就第三方进行 ISO 国际标准认证，主要是查证与确信企业所提供的碳盘查相关的文件化资讯、数据等等这些内容是否合规，这与使用哪些数位工具并没有直接关系。如同目前第三方查证也都接受企业使用 Word、Excel 文书处理工具、档案伺服器、知识管理工具等等来提供查证内容是一样的，但是使用了 Vital Net Zero 零碳源，相较于使用一般文书处理工具或档案伺服器、知识管理工具，可以更容易的针对查核的这些内容条文的对象，在线上系统直觉式的调阅，快速挑选到要查证的文件与数据，达到高效率、高精准度的支持第三方进行尽职调查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，Vital Net Zero 零碳源透明揭露系统所使用的碳排当量转换系数，以及用户自行揭露碳盘查计算公式等等，这些都可以由第三方进行随机的抽查进行验算，可完全确信碳盘查数据的正确性。运用云端数位工具，加速净零碳排，提升企业竞争力。欢迎大家来体验 Vital Net Zero 零碳源，免费试用30天。